98年，98年的，我的会计师介绍来的。他呢，跟那英式就不一样。他一进来，他在正还在抽烟斗，他抽烟斗嘛，啊，那个烟斗跟香烟味道不一样。我懂，你们不懂，因为我抽烟斗。好，当时本来还有生烟枪嘛，啊，我是小烟囱，他是大烟囱，烟囱很大。然后进来，我看到柠檬油，病人写的柠檬油。哦，这个我故意逗他，我说你们走错地方了，因为肺炎怎么跑到我们中医这边来，又跑到西医去？其实啊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人72岁，他不行，必须去西医。我说为什么？然后哦，我爸爸95岁，有一天一辈子不去西医的医院里面检查，好、哦，一辈子不去。就有一天呢，从楼梯上摔下来，摔下来伤了肩膀。上了肩膀是肩膀不能动啊，那、啊、我们全家呢，我们五代很好 ，five generation 啊，每一个人都叫 grandpa、grandgrandpa 哈 ，grandgrandpa 也有，然后father 这样子，每五代同堂大人叫他，你一定要去医院看一下你的肩膀，那个那么痛，对不对？哦、啊，可能有那个骨头有骨折啊什么的，或者这个那个关节脱节，他爸坚持不去的，反正一直也不要去，可是实在拗不过他们家，说你肩膀那么痛，我会拉你一下都痛啊。还是去照片就好，就可以回来了。就想他好吧，就去。一去一个礼拜就死在医院。死的时候呢，是柠檬脸死的。然后我爸去医院里面，一下子感染到医院里面的柠檬脸，他什么药下去都没有用，就感染到了反而不能住院。本来说照片不要出来，就是感染到发烧到不能住院，住那边更坏，一个礼拜就死掉了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得了肺癌，我怎么可能到西医医院去呢？这小孩子很聪明啊，从他爸爸身上学个教训，对不对？来的时候呢，你看他的肺里面非常的热，那舌苔呢，这个阴实症的舌苔好是又白又厚，他的舌苔是刚好反的，又黄啊，好又湿又厚，厚代表湿热很盛啊，就是肺中极热的症状，非常的极热啊。各位看齁、哦、癌症是阴实。急热那不是癌症。这是发炎。对不对？这样的要给我说。脉问素啊。齁、哦。然后我就问他肺跟大肠是表里吗？肺癌的病人呢下利对不对？我说大利如何？齁、哦。我五天没有大利。齁、哦、对啊五天没有大利。那个肯定不是什么肺癌。那肺跟大肠表里，我说你是大肠腔症还是什么什么症？对，我就问他，小便什么颜色？所以你看啊、哦，病人你只要问病人大便如何，他说便秘，你就问马上问他小便。哦，你如果第二个问题说他，哎，你这个你表哥如何？你就是两个鸡同鸭讲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了解我意思吧？所以你问他便秘，然后小便颜色，他说深黄，深黄。好、哦，一想到深黄，我们就知道。他的病在承气汤。那承气汤这里面有大承气、小承气，对不对？你们放屁啊？屁都不放一个，没有屁。好，大承气、小承气。好，你想想看啊，你如果今天治疗肺癌、肺你蒙你啊，你不会大承气汤这，我们其他调讲，你肺热怎么去？光是大承气汤你不会用，你这个肺热不会好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今天的你蒙你啊，你跑到医院去。本来不是柠檬尼亚，也得了柠檬尼亚死掉了。你是柠檬尼亚去，柠檬尼亚更重也死掉了，对不对？但 AB virus 在医院里面，那是没有药可以治的。好，那不是病人没地方去了，好不好？中医去那个跑到那个中南派的中医，什么大成医，那不能用啊，对不对？他不会用，好，病人死在承气汤这里，对不对？这很可怜，就全世界只有一张可以跑就跑这来，好，那个病人冲过来，好，哎。那我就问他，你睡得如何呢？哦，每两个小时都醒过来，他一边还在呼，还在抽烟斗，好，每两个小时醒过来。然后我摸他的脉，哇，速度好，非常快，知道发炎了嘛，发烧啊，好。然后呢，口嘴巴非常渴，好，很想喝冰水，胃口非常不好。你咳痰咳出来呢？哎，咳出来很多那个白色的泡沫的痰，白色泡，白色泡沫痰就化脓了，就肺化脓了，脓养的好。如果一般人抽烟的痰呢，是黄痰、焦黄的痰，好，那它是化脓吐出来的白色的痰，那是脓，好，脓出来，肺脓疡。好，那这个
我说那你这个你怎么知道你有女朋友啊？我到那个 family doctor 那边，那个 family doctor 是女的，他一查，他说有，我一定要把你送医院啊。你根本就弄俩，你他跟我说 anyway， 我一定要把你送医院去哈。我不要去。他说，我往外跑，拿着我的烟斗，我还是不会往外烟斗，拿着我的烟斗往外跑。那意思是不行，你不能走，我一定要把你送医院。他随便，我还要一定要警察也好了，我就是不要去医院，因为他来不及跟他的医生说是他爸的历史嘛。他不要去嘛，他知道我不要叫我爸去了就死掉了。他就开车又开到我诊所来了。你看我煮饭怎么煮饭？他呢，煮饭他不能回家，他也不想回家，一回家老婆也把他抓到西医那边去啊，他跑到我会计师家，那个两个很好嘛，又难兄难弟。然后会计师来海下的药我会煮，我常常煮哈，我还把它煮给你吃啊。你看我怎么开这个处方啊？一剂之，二剂好金汤。这个我们看尾韵汤，这就是啊，当中你少掉一个，来四秒。在千金药方里面把它补回来。好，韦静呢，薏仁。那个时候我很少用冬瓜仁，因为薏仁呢取代也是一样，目的是一样。好，薏仁能够祛湿，目的是一样。韦静、薏仁，哈，丹皮桃仁。原方呢，那个不是用薏仁，就用冬瓜仁。好，诸位可以用冬瓜仁，没关系。好，桃仁，湿热的肺，化脓看清，只要它是黄湿。就咳出来的痰是白痰，是浓痰哈。我讲的浓哈是这个浓哦，好，不是很浓的浓，已经化脓了。好，那这是这位。然后呢，瓜蒌实，好，瓜蒌实，桔梗，好，桔梗5000，好，甘草。所以诸位记不记得我们在读《金匮》的时候？他说的桔梗是排脓汤，桔梗甘草汤是不是排脓汤？我们这两个药，我们用的是什么？排脓汤，就是肺脓疡的时候我们要会用啊，排脓汤。又有一个名称，它叫排脓汤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用厚朴，啊，枳实，啊，用大黄。生煎狼硝，好，这个量叫够下，就是冲服狼硝，好，高兴。狼硝好冲，哎，狼硝是一种冲，好，那，这个时候我们不用炙甘草，我把炙甘草拿掉，直接用甘草，好，能够生一点津液，因为里面太热了，好。那我们又这里有个地方啊，瓜蒌实5000，好，瓜蒌实为什么？因为胸阳天呢，那个我们天地定位的时候，肺被设定为天啊，壮热之下的时候，你要我们赶快除了清他的肺以外，要去固他的心，这瓜蒌实就是护心，不然的话心脏容易受到伤害。就好像引擎过热一样，好，这是我为什么放个瓜蒌实的原因在这里。我们待会儿给大家介绍肝胆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会再提给各位。好，炙甘草不用了，因为我刚刚讲它太热了。好，排脓汤，那下面是大承气汤，好吧？他拿我给他吃，这样，你拿两包，哦，屌，很屌啊，哇，厉害！我们看中医厉不厉害？拿两副回去就好了。吃完来再来找我，好，这个从我就出门去找他烂地，他是烂兄吗？烂地，我那个会计师，然后就回家，到不敢回家，就到了会计师家里面去煮药。那我帮你煮，你看我一定会煮好。我太太就是我煮的，还是他还是很好玩。然后开始煮，两包啊，煮的时候清完煮两碗啊，我们用水火来炼药，好，慢慢带你们进入阴阳的领域，就不叫做水火来煮药了。好，我们七碗水煮成两碗，好，叫水和火是炼药用的，炼药提炼药物用的，好。结果呢，他当时十二月啊九号来嘛，11号来复诊，好，复诊的时候我说你吃的怎么样？好，我大便跑出来，好，大便跑出来一大堆，好，然后身热还有一点点，但是睡眠好很多了，好，一觉到天亮，胃口又已经恢复了，
哦，还有一些，还有一些冷汗，好、哦，还有流一些冷汗，啊、哦，又还有点热，哈、哦。这时候我们常常的双脉，两个脉还是比较素，有些脉是中空的，哈、哦，痰还是比较多，舌苔呢还是比较黄湿厚，啊、哦，对，肺加实热，那它有一点冷汗，代表表阳虚了，啊、哦，表阳虚了。所以说，这个我们还是一样用违经汤啊，啊、哦，这种处方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加了一些像。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收它的表，因为它还有发热，你不能把它汗止掉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去加一些脉动啊、西洋参啊，啊、哦，补它一些那个肺里面的津液就够了。其他处方不变，好、哦，里面还是有这个大承气汤。好、哦，那剂量会减少啊，剂、哦、量减少。这个，对，这个11号那个拿了三副，吃到11月。这12月11号吃到12月15号，到了15号以后呢，啊、哦，这个小便的频数比较，小便次数比较多，啊、哦，量也比较多，一直往上。那胸痛呢，啊、哦，是这样子的。这个人呢，当时我把它画得很清楚，哈、哦，才胸痛的情形，啊、哦，这个是。当时肚脐啊，胸痛的是这边到这边这一块地方，痛的方向是这样子，刚好围绕他的啊右边的乳房继续这样下来痛过去，所以这一带地方还有花啊，还有花了，排出来很多，但是还有花了啊。胃火好转，便秘又来了，然后四天没有拉便，也就是说我们换了处方以后，我把大承气汤量减少啊，大黄芍胶减少了量啊，那马上就不行了啊，然后这个又咳嗽又有白痰出，还是有能量在里面哈。身热是退掉了哈，但是便秘又来了。然后我想不行，再又回到大承气，又回到第一方，回到第一方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前面开了脉轮冬、阳西洋参来帮他润肺，还是会有。这个时候我就给他的百合，在中药里面有百合病病，百合病呢是用在。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，就是这个病人哈，你跟他说，哎，要不要吃饭？好啊，啊不好，要不要吃面？好啊，好不好？怎么跟善变是女人的权利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男人那么善变，就是百合症。所以百合症呢，就是好不好，反正他什么都不对，什么又是对的。然后你查他也没有病，好，你气得要死，就是百合症。那百合症就是我们中药里面的百合。百合呢，那百合是百色白入肺，本身就润肺，很强的一个润肺药。但是问题是肺常破嘛，好、哦，那这个白天见到鬼，好、哦、破不是白鬼嘛，白天看到鬼，啊、哦，就是破，好、哦，所以说这种白天那这个说这个也不好，说那个也不好，说这个也好，说那个也好，你到底要什么都不知道，就遇到鬼了，啊、哦，哎，百合这个药很好玩，百合汤下去以后可以把肺吐住，然后能够破一个手术，所以百合很黏，啊、哦，黏哒哒的啊、哦，这个药很特殊。那其他都一样，好、哦，还有违经汤，好、哦，违经汤混合桔梗甘草汤，然后再这样大承气汤，大黄又开了，好、哦，这个开下去，大黄芍胶开，好、哦，再吃，这个15号以后呢，就在他15号看，他抓了三副，完全好，从此就好，好、哦，那以后来看我，当然是我的小感冒什么都来找我、啊。好、哦，他现在绝对不去西医，他说我去那边没有用，其实一去他就要把我送医院去。好、哦，那个人以为我死掉了，他的 family 刚才打电话医院去说，老天不来啊，医院没有这个人。好、哦，但是到处在找他，怕出事。那这个他一直逃嘛，哈、哦，给他逃了。然后现在这个病人呢，在从头到尾，我们从12月9号开始治疗的时候，哈、哦，治疗他12月。15号的三副处方到18号，等于是9天了，10天的时间，完全就恢复了。而且高烧是第一天第一晚药下去就恢复，他恢复高烧是大便排出来。好，他说那天的药真厉害，一天没有大便，吃完的药不到一个小时就冲厕所，好爽，拉出来以后我就知道烧退了，因为他是拉大便的同时开始冒汗，所以大承气汤在解发高烧的时候一样，胃壁也会冒汗，因为。那个大便堵到，肺气没有办法下降，肺里面的拥热会更热，预热在里面就整个化脓掉。我们把大便一通出来，脓咳出来以后，大部分的脓出来，大部分的热从大便排掉之后，身体的免疫系统自己恢复的免疫就回来。回来以后，它就热起来，
所以当然没看好处。好，第一副药是重，所以说柠檬鸟好不好吃，真的是很好吃。那你不要听到说西医来说肺炎柠檬鸟，照好你就手软掉了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的伟晋汤跟金龙肝草汤，哎，做的大承气，如果便秘的话，一定是大承气汤这个。好，那如果你不知道大承气汤，好，大承气汤这个时候必定会死亡，会死，因为已经进入内脏。如果是单纯阳明症还好，好，如果是进入有肺脏的话，你不用大承气汤，这个病人就死掉。那永远你不会想到说，是不是肺炎怎么会用大承气？可是病人的大便便秘就是大承气汤这个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说这个两种同样的这个 case， 一个是前面说的肺癌，因此咱们治疗了六个月啊，这个治疗了十天。其实第二天开始以后，我想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单纯的柠檬鸟，当时到我手已经化肺脓鸟了，才会要十天。如果是单纯的柠檬鸟的话，大概两三天就好。好，那就算是肺脓鸟，好，病人发高烧，在第一晚药下去以后，稍微退掉。好，所以这个只有金汤可以做到，做得到。下次他来的时候，跟诸位介绍。好，这个买 DVD 的人。那你们看到这个现在讲的案例呢，就是我网页上面写的药性的生与死。好，那里面我陈述很清楚。这个太太呢，最早是1997年7月份的时候啊，她躺在有点平躺啊床上，觉得怎么肚子一边高一边低，肚子怎么这样子啊，就跑去检查一查，子宫肌瘤，里面长了肌瘤。肌瘤呢，好，就到同年7月份查到了当年的11月开刀啦，好，结果呢因为什么就开刀？因为肌瘤越长越大，压迫了膀胱，那小便已经困难了，好，频尿，月经来非常的痛，该被开刀拿掉。当时呢取了三个肿瘤，一个7公分、5公分、3公分，我网页上我都写得很清楚。好，那到了2000年，好，又长回来，他只要一躺上去看就知道有没有长回来，因为肚子就看到了，又长回来。到了2002年，好，9月份他就开第二次。因为为什么开刀的原因，他本来也不想开。他开刀的原因就是因为月经停不了，月经不断的流下来，好，所以只好再去开。这个时候拿出来七个很大的子宫肌瘤，好，那第二次开刀。那到了隔年呢 ,2003 年1月份他结婚了。好，结婚以后到了2004年一年呢，没有一点怀孕的消息。就在西医那边检查，怎么没有怀孕呢？一查，子宫肌瘤又回来了。那这太太这个老师呢，就很想怀孕啊。好，就2006年的时候，好，月经又来了，停不住了。好，他需要输血。好，输血，然后他当时的血红素降到2.6。好，那一直到2006年，去年12月26号第三次再去开，一共取出好28颗的肌瘤，最小的一颗像粒子那么大，粒子啊，我们的粒子那么大，最小的一颗，一共28颗在子宫里面哈。那西医刚刚说你们这个没什么用了，不会怀孕了哈。结果呢，碰到我。那2003年呢，就2007年1月开始吃我们的药，吃到3月底停药。好，在3月中旬其实就怀孕了。这个处方呢，我今天借给大家看啊。好，小王，我再跟诸位讲，我们为什么这样开这个处方。好，负责5000，好，桂枝，好，三钱，白芍，6000，好，生姜。两片，好，干姜，2000，木茱萸，柴胡，郁金，当归。熟地，然后艾叶，
皇太极，然后身部三旬，就是另外人部抱拳，躯干，好，心理。像这里呢，你们大家只要看到我家的心仪仓库仓库，99%呢，就是已经有它是有鼻窦炎的问题哈，这个问题。那还有1%呢，是心脏病，心窍打不开，心闷痛的时候，我会用心仪花仓库，因为它这两个是心相开窍的啊，也可以开心脏的窍。好，主焦，大家知道我们的大建中汤里面就有什么主焦。主焦两钱，因为主焦很辛辣，好，然后白皮桃仁，白皮三钱，好，桃仁三钱。当时开这个处方的时候，一方吃到底，从没有换过处方哦。我正在美国嘛，还在台湾，我怎么换处方？好，就他们就可以吃生附子和泡附子。同样使用在一个处方的时候，一定是下焦寒湿很盛的时候才会用到。所以尿毒就是里面蕴含盛，我们会两个药用在一起。好，这个病人呢，肚子又冷冰，脚是寒冰的，那个是天山派的掌门人，那个脚冰到那个这个放在热水里还是冰的。好，这个我们把它记上去，这样写个地址。那个因为开刀开三次嘛。好，那脚是冰的那种很寒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处方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说以当归四逆汤来做个加以，同时病人胃口非常不好。所以你如果仔细你轻轻去看的时候，当归就是芍药生姜，你当归好是不是还加五味子生姜汤，他的胃口不好，想恶心想吐，所以当归四逆汤的加减，加当归四逆汤加五味子生姜汤。那泡附子是强他的肾阳。光是如果说只是肾阳不足，泡附子下去到芍药，泡附子，好，芍药，炙甘草，好，有没有炙甘草？对，泡附子，好，我们这个跟那个白芍就可以血液就可以到脚上去。那如果说里面阴寒湿很盛的时候，就力量不够，你没有靠生附子，光靠泡附子不行，好，因为泡附子能壮肾阳，只能够壮到肾阳，心脏的热泡附子没有办法。所以你再开一套50、10钱，开了200克，高300克都没有用，一定要这个要靠生附子。所以生附子一下子心脏就开始跳动，配合的桂枝就马上打到脚上去。而且这种治阳的药，我们的药像桂枝呢是阳，它是一种阳药，但是里面还有阴在里面哈。那像有的药呢是阴的药，但是里面还有阳药，比如说石膏是阴的药，但是里面还有阳的药，像。白芍这白的里面还有阴的药在里面哈，那石膏是属于治阴的药，还是阳就很少。那也所以说，因为阳药即使是治阳的药、穿阳的药，还是会含有一点阴在里面，所以阳极会升到阴出来，阴极会升到阳出来。所以病人有时候冷到实在非常冷，有时候我们不用这个药，我们这个药如果这个病人吃个泡附子、生附子，那么热的药下来还大建中汤哈、蜀椒干姜啊。这种大金疮下去，他如果他的身体还是更冷，这个时候你反过来，你用黄芩、黄连，老师他很冷了，你还用凉药？对，那你我们阴中有阳，所以寒凉的药一下去，病人反而热起来，整个人会热起来。好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他人虽然很寒凉，但里面还有一点火。好，那你不要直接给他热气，你直接放点木材放小火里面，让他点着，火就升起来，就热起来。好，所以阴极。好，寒极会生热，热极会生寒，所以病人呢大热壮热，你看他的石膏，就你用石膏下去，病人还是更热，你加了生附子下去，热药一推，好，因为热药中间还有阳药里面还有阴，所以会阳极会生好，这个会生寒，好，会生寒，所以病人吃了以后反而会冷掉，好，就会有这种情形，好，啊，当时病人没办法睡觉，好，不能睡，所以按照我们处方的方向，我们疏肝，同时补他的血。啊、哦，主要是活他的血，因为肚子月经来的痛啊，还是痛得很厉害啊、哦，活他的血。那你说艾叶跟当归，好、哦，我们焦艾汤，我们这个当归芍药散，我们很多地方里面，啊、哦，这个像焦艾汤，我们就有艾叶，都是温暖子宫用的啊、哦，
那白芍呢，这个是止痛以外啊，再配合当归啊，当归芍药散里面啊，配合当归来可以这个为了子宫的同，像艾叶是补子宫的，这个同时呢啊，可以把血补回去啊，补回去。那我们如果病人呢，女人呢，讲的是这个阴中要带阳，所以女人讲的是气啊，阴中带阳，所以女人的精子，女人的精血如果很正常，她会怀孕。男人是阳中带阴啊，男人的精要很强，才能够让女子受孕啊。那为什么要加续断？开过刀的人，他子宫里面一定很多的刀疤，是把 T 恤在里面，因为他开了三次，拿了那么多的肌瘤出来。好，那一般来说，大腹寒痛啊，不是胸寒痛。你一般来说，小的腹痛，小腹的腹痛，比如说这个小朋友肚子痛，什么肠子套皮在一起，小健中汤就可以了。大寒痛，寒痛重的时候，少腹的寒痛，啊，大健中汤，啊，就会用蜀椒、干姜。那大健中汤是少腹的大寒痛，如果说你大健中汤下去，寒痛还是在里边，同时病人寒湿很盛的时候，狗会吐，不断的吐白精出来。大健中汤下去再没有效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药，就是一个大乌头煎，这时候才会有金方的乌头煎出来。那乌头煎可以把里面寒整个排掉，可是就是单味乌头一味药。好，你不要再拿乌头拿去吃哦，乌头药我们后面金贵会介绍，大家买个 DVD 的录影带来看我们金贵讲的乌头煎我们怎么做。好，用乌头经过烧过以后，然后再取它的乌头蜜，这乌头蜜再煮过以后，我们直接出乌头蜜，就是所谓的大乌头煎。你不能拿乌头直接煎进去吃哈，那当场死掉，那笨死掉了嘛？谁叫没有人要你这样吃啊？好，那老师，你老师说的一定没错，好了，喝要死掉了。好，那这个处方当初就这样来的。好，这两个药有没有？只是看病人有没有，我刚刚讲有没有鼻窦炎而已。其他就这个处方是没有。你看你现在在我们家经历那么多手术哈，开那么多刀。就是按照他表那外面的症状，知道他手脚冰冷，啊，病人血虚，病人有恶心，胃口不好，我们有吴茱萸啊、生姜啊，好，然后是理汤，然后理汤冷是我们生附子，就按照这种思考的方向开出来的处方，你不用说金匮里面有一个处方说这个张仲景说这个太太开三次刀，子宫肌瘤拿掉，好，你看张仲景说要你这样开刀，你才会开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所以你不要怕说里面开的，老师他开，天哪，开了二十几个肌瘤。西医还一定都算28个最小的兄弟，这样跟他讲，他找他给他看，啊，中医下去一样。好，吃到三月底，三月中旬确定他怀孕，代表他吃一个半月就怀孕了。好，那么严重的病人吃一个半月都怀孕，像我们其他太太来这边，我只是啊月经痛啊，什么刀没有做过，那更快啊。但是一般来说，我跟病人都说两个月，因为两个左右两边在交换，互相交换的啊，他。那最近呢，这个病人来消息，他吃得很好。怀孕以后呢，到了第20周了，我说好，你不要吃了，怀孕不要吃了。那我们就给他20周以后，20周就是怀孕前20周，我们是给妇人吃当归散，然后都在金匮里面有讲。怀孕的后20周给病人吃白术散，白术散里面有牡蛎啊、增强小孩子，所以后20周是我们强补小孩子的。他吃白术散的时候，他来信，头身上都冷的，都盖到脚是热，身上盖到背。头很热，不断的冒汗，而且汗出来很臭，一天早上要起来洗头一次，下班回来就要洗头一次，不然头臭的，他臭到受不了，哦，这就是排毒。因为身上我们的阳气